烧钱的，疼咱台湾这个土地的乡亲时代。我爱你，我爱你，台湾是民族，爱死了。隐瞒大话新闻，专工为了钱一夜，老命老苦。因咱这场是伊头一次的做事，国情说明话。我讲我想搬转来的指导，用钱简单来把侬养老起来。所以我就不能讲上尾结束时欢送大家离开。身为前年的主任委员。今日充满着讲不出的感觉。五年前前一夜选台北市议员，我已经苦劝一个媒体人要行伫进政治这条路，非常的艰难。尤其你是阁是查某囡仔，你的付出才真大呢。厝的不顾，同款都要提花走撞，无法度防晒红晒。无法度照顾子女，但是前夜勇往直前，四年的议员做了，证明家庭和好，囡仔成就，议会子孙来来来，这才是了不起。所以第二日，大佬做主任委员讲，我对前夜期待，不是议员而已。小弟同款，另外一个就是后壁迄个红苹果。今日不是我上听小弟同款，这一次我计是讲两个我拢有法度来送伊完。真侪人咧讲，大党的阮家己来选啦。哎呦，伊都唔知影什么秘密哦。我实在足想要选，但是厝内某讲你若去选，我甲你离婚。我就痛苦，已经老啊，寄望少年的一代替咱拼，咱在后边来杀，咱来支持，咱来一寡经验讲给听，咱一寡台湾的历史慢慢教。我相信这次蔡英文敢若喊一个五年，我是台湾人，你看马英九错了，还马票错啥？想三天，用125字来回应，倒落长才是倒位人。足简单的，我是台湾人，轻轻声声就好。无需要讲较侪，但是千言万语，就是这5字内底，台湾的历史，就是这5字内底。400年来，西班牙人来台湾，你看卖？咱北部啊，搁有许啥物雕，许啥物，啥物三角是啥物，是地下都一种名堂。三角岭，荷兰人来，贵安平买来，咱有一条歌，神清溪岸转明珠，风吹金花诉情浓，嘿，迄是荷兰人啊。清朝人来，甲咱统治，咱变作是支那人。清朝怕输，日本人来，甲咱原来是日本人。你看最近一电影开始在播，赛德克巴莱连关注伊去哪代片？日本人怕输走啊，中国国民党来，讲咱是中国人。用钱400年来，
是倒位人？真难得，一句话了了，咱是台湾人，为什么在四百年？今日有两条新闻，真侪人拢无注意，好多活动咧电台无办。两条新闻，一条日本的宰相坚持要去宣布和台，内阁总辞，所有的部长拢是，因为民调存疑状态，因为日本大地震福岛核灾变无法度处理，无办。伊个话咧后壁讲，早来无晚啊，见效。人为利水，不为寡情。一个政治人物，民调剩二十趴，人民都无信任你，你搁做啥物宰相？所以是真。第二条，韩国首都汉城首尔市长，824万人的市长，今日宣布辞职。是未来韩国总统候选人哦，执政党的提拔哦。为什么？因为办一个公道，这个公道同台湾都去同意吗？是啊，办一个汉城营养午餐全面编制。为什么办这个公道？因为机会在亚洲占多数，在亚洲统计发达。啥收的是你咱食伊个午餐要买钱，市长讲袂使，因为市长个预算无够。如果拢买钱，我一年加100几亿台币，我要安怎付？但是机会碰着，市长讲好，提出公投，我甲发来，我全市民来公投，你来赞成。Quiet!
看伊改革，大众个电台公开讲蔡主席需要改革，但爱无够。司法不是改革，司法是重建啦。这个法律已经死去啊，要重建起来，对无？我甲蔡英文主席公开建议，你若当选总统，你来带我上大党，跟总统府成立一个专营政治委员会，咱的人才偌侪？张俊雄院长，台台法律系，社工。
规日我也会走啦吼，啊，就是无人敢我嘛吼，因为我。